新浪微博时尚没有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Unai 管乐。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每天早上起来必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必做的一件事情，我要喝咖啡。哇哦，怪不得这么消水肿，对，特别容易水肿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最满意自己身体的哪一个部位？哪个部位、啊？对，微博你的粉丝好多都想知道。对，啊，哪个部位？我突然不知道了。哪个部位都很好，应该是我的胃吧。胃，因为这怎么吃都不胖。对，因为他特别喜欢吃辣啊。太年轻了，最可爱。哦，对他。对，好，我喜欢听他们说我年轻啊。这么年轻，为什么会喜欢别人夸年轻？就更年轻啊！最年轻，对，最年轻。最年轻，希望永远18岁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可以看下镜头吗？谢谢。月月今天晚上还去吃火锅吗？今晚我要飞了。